家好，我是周教练，今天要教大家的是全场步法训练方式。这个多球训练法让你练习结合步法与球技，可以帮助你提升功力哦。多球训练法是连续喂很多颗球，让你训练不会因为失误而中断。除了可以增加你练习的量以外，还可以提升移动的速度。每一球可依照训练的需求调整速度及落点位置等各种情境，让你的训练更加全面。好，现在大家学会了训练的方法，建议大家可以找个好伙伴一起练习，就会进步神速哦。多球训练法需要另一人协助发球，连续发多颗球比较不会让练习的节奏中断，还可增加练习的强度。喂球时尽量变换速度、落点及球路，会进步更多哦。